给我来串羊肉串广呀！东话就是那个，广东话，快点讲，快点讲，读啊，快点啊！高姐，先说，我这里面就两个字，就。明明说他先来，我鼓掌。就是呢，其实呢，我这里面就是只写了两个字，不要说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呢，其实就父亲母亲节嘛，就是我也没想太多说的话，就是就希望父母天天就能像这两个字一样，美美满满的生活就好。不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出去，还都是个人。没有味道。今天是父母节吗？哎，手机忘带了。哎，手机到哪去了？今天是父母节，韩国的父母节嘛，那是我在韩国不能待在父母的身边，就比较遗憾。就是我想说，就是爸妈父母节快乐。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劳累了。我爱你们，谢谢。拜拜。